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翟潇文。然后相信大家看到了我今天这身装备，基本上也不难看出我今天是要去做些什么事情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去征服冰雪。介绍一下今天的装备，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头盔，非常的硬，非常的硬头盔啊。然后还有这个雪镜，雪镜还是比较有用的，就是在你万一摔倒以后，雪也不会飞到你的眼睛里，然后有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白天的话也可以防止太阳直接照射眼睛。然后还有什么呀？雪鞋，雪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好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小熊，后面还有屁股上还有一个小熊。就是初学者一定要带一个这种屁垫，可以保护自己的尾巴骨。基本上大家可以知道，我去年和今年都一直在滑雪，然后现在给大家真正展现一下我的滑雪技术。今天太冷了，今天基本上感觉今天有零下七八度吧。别拍了，拉我了。哇！对，我怎么这么滑？这边是？怎么我的开始就这么近了？ Later。 走，我早有感觉啊，我没问题。还挺厉害吧？我刚才没找到感觉啊，我好好滑一个。好，我们现在上中级道，然后我们准备去坐缆车，先把板穿上。今天冻死了，今天特别冷。我们在北京市南山滑雪场。听说苏翊鸣也是在这边训练的。是吗？对啊。哇，那看来来对地方了。我今天也要来成一个1980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低调，可以。我先出发了。哎呦！哇塞！哇，真的没摔，我这么厉害！哇，这么陡啊，这个！这滑不动啊，这里滑不动。这边是吧？对啊。不行，我怎么过不去啊？好累了。
我先说一句啊，关于这一甩，我有话说。我现在保护那个小孩，我刚那个厕所，如果说从他身边经过的话，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光跑了。我出于一个好心人的一个心理，我宁愿自己摔，我也不想伤害到一个孩子。这什么？这是一个人善良的心。你录到了吧，老师？是不是？这一摔疼受了太多。冲吧！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当演员了，我要去练团。我要参加下一届冬奥会，为国争光。Ha ha ha.